哎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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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个两个看着是个喜庆祥和啊，这一多了就闹腾的了。来，拿着拿着，这个今天舞台上越来越热闹了，从来没看过他们几人穿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大伙儿都知道，这是舞狮，在中国来说呢，这是传统的民俗文化。过去来说，逢年过节要舞狮，或者今年大丰收了要舞狮。说起来啊，相声离着这些个传统文化，咱们可不远。虽然说演员们没怎么演过这个，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回事儿。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聊一聊。我想问一下，除了相声之外，你们对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哪几个类型都是你们所喜欢的？哦，这边都没举手。哦，那不举手的你来回答。觉得走钢丝很了不起。哎呀，我都没想到你还会想到走钢丝啊。因为我一直不敢走。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说的相声吗？眼神不好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倒不是眼神不好，关键就是走钢丝可能要求的更多一些啊。好好说相声，有一天会把你送到相声舞台的钢丝上，真挺好的。